大家好，我是阿谦林世谦这次来报名参加金曲超级星的歌唱比赛。出道唱歌已经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要在这个转战到这个大舞台参加电视比赛，那个倒是第一次，所以我真的是蛮紧张的，希望这次比赛能够有好的表现。如此的转变用了4年，3个月又7天。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。我的坚强和自信，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。你的决定和抱歉，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